几句话作为我们今天最完美的一个句点。那来 ，Sonia， 麦克风交给你喽。系咯，好感動啦，因為咧，大家好用心咁樣咧去做咗一個影友會嘅活動，咁令到有好多第一次嚟啊，或者第一次見到我嘅朋友咧，可以即係一齊喺呢個活動裏邊咧去感受嗰個咁近距離嘅接觸。咁希望大家會繼續咁樣去支持我啦。咁咧係啦，都唔知講咩好啦。係啦，多謝曬你哋咯，係啊，真係好多謝你哋。因為其實 fans 嘅支持咧，係對於一個藝人嚟講係好重要。因為有高有低嘅時候，喺低嘅時候咧，係你哋不停咁鼓勵，咁我先至會即係繼續努力，繼續去有一個正能量。咁我都好希望。我是可以營造一班很有正能量的朋友，你看你睇，即刻，得啦，係咯，就是呢一種啦。希望大家繼續努力，咁啊，俾啲掌聲自己。謝謝 Sonia， 謝謝大家，今天開不開心啊？開心。好，那我們在這邊先。整个影友会到这边先告一段落，然后 Sonia 还有其他的通告，所以必须先离开。那大家跟 Sonia 说再见哦，拜拜，下次再来，下次我们再投票，每个月，来了，假日来，这样我就不用翘班了。台中见，系啊，我要跳舞啊，所以好紧张啊，要翻练舞啊，加油，加油。好嘞，好，那好，多谢晒你哋嘅礼物啊，多谢你嚟。好，苏娘就先离开，那大家先在位置上等一下，因为我们要统一管理在一起离开。好，大家跟他说再见喽。